么大个虫子，我的天哪，什么情况？把它们都吃了。诶，为什么我只是一只小蚂蚁啊？啊，原来我是需要吃同伴的。诶，我这么快就升级成这叫什么什么虫了啊？我可以吃小蚂蚁。诶，继续吃继续吃，哇，我还可以吃瓢虫呢。诶，继续吃继续吃，吃小蚂蚁，哇，上面有两只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精彩，长得也太酷了吧。诶，太酷了太酷了，我好喜欢它呀，萌萌哒萌萌哒。来来继续，我又变样了，我变成了什么，金牛还是天牛啊？诶，小心呀，我的天哪，差点碰到这个绿虫子，我现在等级可没他们那么高，所以啊我要小心点，我现在一定要保命保命。来来来继续继续，诶，把这些家伙，哇塞，我又升级了，我变成了一只大蜘蛛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虽然我不喜欢蜘蛛，但是我的等级越来越高了，我现在可以把他们通通都吃掉。诶，不对不对，好像打不过耶，打不过赶快跑啊，来继续跑，快跑快跑。哇塞，经过我的努力，我已经升级到六级了。诶，我现在可以吃蜘蛛了，嘿嘿，我现在可以嘚瑟一下了，小蚂蚁。诶，什么情况，虫子来袭啊，这么多虫子，我能保住我的命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大绿虫子，他们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一定要跑到最上面去，最上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处可躲了。诶，小心啊，躲过去了，现在趁着他们不在赶快躲上去，记住啊，一定要躲在这个最上面。哇，我又升级了，我变成了一只什么，就是大螃蟹还是啥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可以吃他们了，嘿嘿，我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喽。哇塞，一不小心变成了一个绿毛怪，嘿嘿，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可以吃了。诶，不过我好像还是不能吃这个带翅膀的，这个带翅膀的简直是太厉害了，我要继续努力，嘿嘿，你们有没有我厉害呀，继续吃继续吃。哎呀，一不小心我又变成了几级啊，哇塞，我可以吃下面这个绿色螳螂了。诶，小样啊，你刚刚不是可爱欺负我了吗？现在我把你们通通都消灭，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弱小了。快看呀，我再用不了多久我又可以升级了，来来来啦，快看，我马上就可以变成有翅膀的了。哇塞，我变成有翅膀的了，刚刚就是这个有翅膀的在欺负我，今天啊我一定要替我自己报仇，我要把他们全部都给消灭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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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诶诶诶，把他们通通都吃掉。诶，带翅膀的，哦，小心啊，这个带龙角的可不能欺负啊，太不容易了，我终于到了12级，天哪天哪，你们有我厉害吗？是不是也到达12级了？